大家好，找了两只梅花 Seascopa 600的潜水标，很少两只这样一起拍在一起的。而这两只呢亦都是各自有三款，即是钢有三款， carbon tet 有三款。那我相信呢各自这两款呢是最喜欢，即是最热卖最 popular 的。蓝色这只蓝色，咁嗰隻咧就係彩虹，即係好平均喎。因為咧就 carbon tet 佢又冇出金鋼啦，咁所以咧就整翻係彩虹啦，變咗咧就好似好平均地咧，每個款即係鋼款同埋呢個 carbon 款咧都各自有三隻。嗱，價錢基本上唔同啦，即係 carbon tet 就貴少少啦，咁樣20,000+啦。咁啊，梅花 Seascopa 鋼板咧鏈帶咧仍然係即係18,000+啦。除了物料以外呢，即基本上規格是一樣的，顏色就不要計算，顏色當然是有分別，亦都有個陶瓷冚片 T10 的機芯，大小厚度是一樣的，針有少少處理 是合理的，因為呢即 carbon tech 是一個黑色的主題，你看到呢針是型的，原因就是到了一個很雅身的一種即是 matte 的一種黑色的處理，整支針是不同的。諗側邊睇呢，咦，係有啲分別喎，我覺得即係唔同物料呢，同一個型格呢，但係做落去呢即係有唔同嘅，即係無論嗰個排氣閥嗰個位啦，同埋一啲即係拉絲，即係鋼有唔同嘅處理啦，拉沙同泡鋼啦。咁鍛造攤嘅設計就唔會有㗎啦，冇乜所謂拉沙泡鋼啦，咁但係佢表面呢係有一個獨特嘅一個 pattern 喺度嘅。鍛造碳嗰只咧，因為配條膠帶咧，佢另外咧亦都會再跟多一條布帶嘅。